鞋套带了没？啊，带了，带了。别驼背。哎呀，老师您好，进来吧，您坐我旁边就行。呀，来这么早呀你？哎，来啦。老师好。哎，怎么都没见你来过啊？哦，对，你家住的比较远，公交来回也挺折腾的哈。住的确实比较远。老师，我活动好了。啊，那来吧。甜甜，快跳吧，让老师看看。来啦。哎，感觉你的脸比前阵子看着更透亮紧致了。真的吗？其实我也这么觉得，可能是因为我最近用了魔法世家抗初老面膜吧，里面含有10%的二裂酵母，是很多大牌都在用的抗老成分，膜布触感很特别，软软糯糯的，敷在脸上有收紧的感觉，服帖性很好。像咱们当老师，又是熬夜写教啊，又是生气长细纹的，一周敷3次，我感觉效果还不错。那给你也带了呀，你真有心啊！我最近就愁着怎么抗初老呢。嗨，别客气，你们家甜甜进步还挺大的。老师，您觉得我刚刚哪里跳的有问题，能不能指导一下？挺好的。夏院长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老师，我叫梅子。继续。哎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他可是舞蹈学院的副院长，哎，看来他请走了，你艺考应该没啥问题。